因为之前听老师说唱歌要放感情唱，所以我就去查这首歌的意思。这首歌在讲说，每一个带来温暖的人背后都不一定住着太阳。就是，假如你看一个人，他跟看我，我看起来就白痴白痴的，然后就看起来就开心开心的，然后可是可能我心里很黑暗之类的，可能我受过伤。哇，对，好黑。然后大概是这样，然后所以就大概这样，然后失去认真。Just
可悲让字凋谢着，真的不用担心我，我的喜剧人生不会谢幕太久。哦，不要提那件事情了啦。你是不是上新闻头条？不要，先不要讲，先不要讲。可是那真的很好笑哎，你想自己讲吗？好了，就成全你了啊。哦。只是有一天，我就是一个早上起床，然后说我的棉被啊，棉被就不知道，我就看着我的棉被，然后我的膀胱就突然胀起来了。哦，你棉被就胀起来了？哦，膀胱胀起来了。不是，不是膀胱啦。哦，膀胱啊。尿出来了啊！这样也可以上头条，我不会。跟你说啊，本大爷我尿尿的功力可不是你们班任所能想象的。跟你说，我一尿，我直接尿破天窗，直达九霄云外。哦，难怪会上新闻。我跟你讲，你这礼拜已经上了九次头条，你不要以为自己的皮破脸就可以这样啊！明星都没有很帅，那边嚣张切。啊，我就是被记者说我尿到天窗第九次啊！你刚说什么？你怎样？被记者说，然后被记者说，别急着说，你爱我到天长地久，那谁合起来是什么？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。哦，合起来，合起来。哦，在那就我们来欢迎29届。傅佑南学长、童心强学长、29届詹志同学长、陈建豪学长、朱冠章学长，再来一个，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。